一般人总是习惯在冬季泡温泉，连续二年勇夺最高荣誉十全十美最佳新创奖金奖殊荣的礁溪温泉，将引领温泉健康旅游新潮流。以健康新主张、泡汤新观念为主轴，鼓励全国民众借由夏季时节轻松畅游礁溪美景时，更能尽情享受碳酸氢钠美人汤泉的极致体验。礁溪乡公所将于7月22日晚上7点，在礁溪国小操场缤纷登场2023夏恋礁溪，礁溪一下国际艺术盛会，在我们礁溪国小办理，一定非常的热闹。那我们再次欢迎我们全国的乡亲，在7月22号晚上7点，这一天能够大家莅临我们礁溪国小，一同来欣赏我们的热气球光雕以及艺术表演，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礁溪体验我们礁溪水质绝佳的一个美人汤。当中医书去讲，浸温泉是不是会流汗？流汗就是排毒，让身体健康。然后打开一个真好的书啊。7月22号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，其实这个艺术响宴有四大非常精彩绝伦的一个主轴，首先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热气球光雕展，还有东方艺术团，还有所谓我们的一个泰国台湾的一个部分，还有西班牙空中剧院，这些部分都是结合我们目前当前非常精彩的一些艺术的一个表演，不止可以让我们在县内或者乡镇的居民好朋友一同参与，我们也盛邀我们其他外县市的一个观光客前来礁溪，不只只有我们所谓的温泉的部分，也可以感受到一些艺术人文的一个文化。夏天一直没有这样一个行销礁溪，甚至行销温泉的活动哈。乡长非常用心哈，特别在今年办的一样一个礁溪一下哈，就是呢，我希望是两下三下更好了哈。暑假的期间游客哈都会就是旅游比较旺季哈，那我们应该透过这个时间呢来行销，正如我们刚才大标主席讲的哈。利用这个活动来行销，为什么夏天可以泡它？我发现哦，这个是咱一届活动应该爱一个配套，应该爱一个组织来去做。下去，来到礁溪。赞！